了。明天两点钟起来，你看你几钱每一次？三点暴怒，四点又抱怨，没有，这是你和颜悦色。我已经反省过，我们在什么样的工作，难免都会有一些比较早的情况。我以前有些局语，或者有些不对的地方。局语是哪两个字？你讲一下，因为后期又上不了。举举举语语语是哪两个字？局语都是齿字部的，牙齿的齿。就这样，最主要，我们今天是来拍大甲镇澜宫，就是妈祖娘娘的圣地。替神明在办事的时候，我们是绝对不可以有丝毫的抱怨，来自于虔诚，对，一定要还是来自于恐惧。所以你是也因为这个，也因为对对，萧波快要觉得很虔诚，因为他的萧波开眼发过来，抵挡回去是这样。那我们就正式，我们要去庙里，而且哎、欸、可以还你嘛。还有，其实这一盒，对啊，这是什么？是我们很虔诚的心带来要供养妈祖娘娘。你看这我们家先，对，这个是小胖他妈妈昨天晚上连夜做的，所以我们今天来到的是天上圣妈祖娘娘的镇澜宫，可以说是我们台湾民间信仰里面护卫我们台湾很多的一个庙。今天就是一日妈祖之宫，我们来看看妈祖之宫平常都在做些什么事。妈祖之宫2:35就起来做事，真的很早。OK， 拜拜。大哥，我们今天已经进到了妈祖庙。对，大家应该很难想象，他们的准备工作其实从2:30就开始。他值夜等于就是说，从晚上就一直在值班，职业每天都是轮流。职业是他的职业，职业也是他的职业。对，照理来讲，讲到这里，头里面互打两三次，但我们却没有这样做，因为我们在妈祖庙开玩笑，绝对不能开玩笑，对，不能开玩笑，不能开玩笑。内心小扇子这样子打，但是我们不会啪，不会做到。我也不会。那今天呢，有一位台哥的学长，是 对, 对。现在要请他告诉我们说，台哥接下来做的准备工作是什么？欢迎郑先生。哎，郑先生好。辛苦辛苦辛苦！您今天是可以说是晚上都在这边值夜。对，这个时间我们要准备一些什么东西？我们这个时间点就是先把妈祖还有各个神殿的那个净茶先换过。先换过，因为每天都要奉茶，都要先换过。对哦。然后桌子也要稍微清理一下，对，清理干净。对。所以我们一开始现在就要来做净茶的换茶，换净茶，好不好？很神奇一件事情，对啊。你旁边明明是一位郑大哥，猴形还会粘在你。你讲说荧幕情侣说，真的，一只猴形就停在你猴形吗？帮你打下猴形，猴形，猴形。苍蝇它为什么会叮一个人？不是叮啊，就是它为什么会来亲吻你的脸？为什么呢？因为你的脸还嫩，它才会来叮。如果你是老皮，它就不能。肉，这时候已经闪两下。那我现在开始准备工作，准备茶，接给他。好，现在我们要进茶了。对。那这个都做完了，接下来一个相当神圣的工作，我们请郑学长告诉你。哎，郑姐你好，是，接下来我们重要的工作是什么？接下来我们工作就是先拜头像。这是个荣誉、我们就是开庙门之前，我们自己要先拜好头像。拜好头像，我们要拜头像啊。对对对，来，我们点香，来点香。哇、哦，这个太感动。出镜又嘎回来，好屌。
那个我觉得你整个人气已经整个喷射出来，似乎已经得到了妈祖娘娘的加持，一定是这样。那个距离开庙门还有一小段时间，对对对，我们就利用这个也算是小小的福利，妈祖娘现在整个庙只有你一个人，听你的祈求。其实我自己本身来讲，我对什么事情都不求，我只求一个身体健康、平安快乐，这最重要。我现在就是平安快乐，只是我那个平是平生的平，你是平。然后逗点安快乐，哪里有快乐呢？安在这个是如何的意思？中文之了不起就在这个地方。大哥，我跟你说哈，木曜至今的亏损已经破亿，破两亿不是亿。然后我们看妈祖娘娘说，我们明年有没有机会转亏为盈？对对对，我说看看这情况发展会不会这样下去？不会不会，我现在很虔诚的请问，为了木曜向天上圣母啊，这个妈祖娘娘请示一下。这问题不要问。不是啊，还有问了。先禀他之后，他去翻一下。哦，然后他翻一下，是稍微查一下。哎，对，好，对。可是我觉得在这边服务妈祖，内心真的充满了能量，替神明服务，社会充满正能量。正能量。像这样的圣者尊者，他们都是牺牲奉献妈祖大爱，对，不是一般凡人可以做的。对，而且我们刚才聊天的过程中，郑先生跟我们讲说，妈祖基本上是有求必应，你不要太过分了。像我现在个人是属于两袖清风，一贫如洗，然后我想要求我转亏为盈，这有可能吗？我个人，妈祖一定会保佑。对呀、啊，就是你现在去努力去转，你是努力。因为你刚刚讲说我卖卖盐酥鸡，所以我做这一行就不太可能转亏为盈。你会转亏？对，还是会盈。不转亏为盈，我们怎么继续做节目下去？其实我们这个也是带给众生快乐。我觉得成分上来讲，我们其实也是志工，对，奉献快乐。所以我们等一下问一下，哎、欸，现在差不多，时间差不多，我们去问一下。先保重。请问妈祖娘娘，我现在先问妈祖娘娘，刚刚跟你问的问题，现在可以去抽签来查了吗？可以的话，请给我们一个喜杯。笑杯。他说急什么？然后笑，对，夸胡一个笑。妈祖娘娘竟然还没有查完，时间差不多了，不如我们先开门。对，三点。对，三点。我们去开门。我们时间就是这么准时。哦，你还要袖手表？三点。你不要为难有为。三点。可以可以可以。三点半。好。准备。好。切一道够。那我们就先拿走，我们去开庙了。工作很紧，两点多就在外面等。两点多就在外面等。对。大早。就开始一天忙碌的行程。对对对，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自己的区块，然后下去帮妈祖擦桌面啊，擦墙边墙角啊，就把今天的这个庙里面大大小小都擦过一遍。对，这样子。那、啊、我们这大门要开吗？可以啊，可以。好，现在呢就要开大门。开完庙门了，对不对？现在呢就要敲三下这个钵，敲三下，敲三声。问这个好了，是吗？林伯生一定最想问，是否能勇夺金钟奖？时尚玩的主持人林伯生这次有入围台湾的金钟奖，请问林伯生能不能够拿到金钟奖？这个问题可不可以问？应该是可以，可以问。庚子，请问是庚子这是钱吗？请杯。哦，哇！哇！哇！速度之快，三点。林伯生能不能得到金钟奖，就是这是庚子，庚子是好事哦。
运逢得意生险变，运逢得意生险变，对不对？险变。我跟你讲，你一定会被护法金刚打得浑身蒙骗。我才故意讲有。第二，君耳身重皆有益，一向前途无难事。无难事，好不好？决意之中，保清吉。就是他六甲就是生男，如果他怀孕的话就生男。功名后科，后科什么意思？后科就是后面就会得到，这样我觉得应该很有机会。庚子其实还有一个意思，庚子事变。你讲什么庚子事变超不吉利的？不是不吉利吗？庚子事变就替人从此一败涂地、锒铛入狱，或者解头、终身监禁这一种，这应该是好签呐、啊。好了，台哥，我跟你讲，接下来谢谢马主任，我们要去谢谢他，谢谢马主任。他走了。刚才哥想要询问我们很关心的一个议题，就是说木曜试操完在2018到底有没有可能转亏为盈这个问题，马祖娘娘笑了两次并没有回答台哥。我个人觉得是因为台哥可能代表性不够，今天就由这个节目的制作人我来请问一下马祖娘娘，愿不愿意回答我心中这个疑惑。Let's go。 有，我现在气势如虹，所以我要抽红色。魁丑，不是，人生，人生是苦，不是，那我应该要穿绿，假如。这种事，就我们是要绿到发光。我刚刚上网查了，我抽到的这支签是甲戌，刚念错，甲戌签，他只给我四个字叫无利可图。明年要转亏为盈可能有点难，但我相信后年是有机会的。所以这支签呢，我们就当作是给我们自己的一个提醒，大家和气团结就可以解决很多问题。我们大家多少都垫一点自己，这个难关就会过得去，这跟我现在的方针是符合的，所以我觉得明年应该也没有问题。谢谢马祖娘娘提醒我们合力的重要。其实呢，这个刚才做了一些事情，头香也点了，是吧？庙门也开了，等一下呢，就要等很多的信众呢进来参拜，时间也差不多了，应该现在可以休息一下。我想紧接着，我就是想说 ，Are you sleeping？ 紧接着，其实还有什么事情？不是要休息一下吗？没有没有，所以你现在 OK 了。服务神明的事情不能乱来。台哥，我担心你没休息会不会反应比较慢一点。不会不会不会，你说换站会不会接不到？Are you sleeping？接不到，哎，还可以，丢这么低。再跟我讲，下面有一个工作，我们可以了解一下。我们请导览老师进，然后跟我们讲一些这个庙里面的故事。就是说听故事的时候，一定要精神一定要集中，就任何状况他都是，哎，都是对。要成电话，这样子。接到，接到，接到。出去再进来，同样一个地方。观众很意外哦，回来是同一个地方。因为你用的也是同一块消波块。哪一块？我用的会是这一块吗？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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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re you sleeping？ 所以现在我们要请导览老师来介绍一下我们镇南宫的这个非常非常资深的一位，已经是人间国宝的一位导览老师，蔡老师。哦，莫非你说的是蔡明宪老师吗？哇，你刚那个反应这样，感觉是没有睡饱。因为不是不是，为什么我知道了？因为以前那个人间起曾经拍过一个有关于妈祖绕境的这种纪录片，所以就是蔡明宪老师连续两年来帮助他完成这个作品。欢迎蔡老师，老师。欢迎欢迎，谢谢谢谢谢谢蔡老师，谢谢蔡老师。其实这个蔡老师的大名呢，大家都非常的了解，因为等一下都把看过呀。请问姐，要当一位吼，咱家的这导览员呢，爱具备什么样的资格？
这个倒是没有什么限制了，是只是你很虔诚、很热心啊，你想来导览，我会给他培训一下、哦、就可以的，就可以了。啊，有什么语言的限制哦？日文的导览，咱无哪有。我们现在日本比较弱，现在我们正在寻找。我讲，我的制作人一起辅大日文第一名毕业、哦，那最好了。一来加中盛义工啊，请问一下。啊你知道我刚刚问什么吗？我说，请问一下，黛玉的那个卡莱特是义工是不是？对对对，义工。巴伦提啊，东庆主、啊，知道了吧？你这是叫做终身奉献，你就来这边。好，老师，这个就是天后宫的宫界啊。雕过十年前，我们在环庙时，在下面发现的。这个已经算是木化石之类的。宫界就等于是一个庙的身份证明书。对的，差不多这个意思。那像老师原始的这一尊天宫叠对，在我们大殿在里面。哎，好，好。哦，老师，像这个正殿的这个中间的这个主尊啊，最大尊的这个是后来殿前骂的，都不动。不动的。那刚刚讲咱这个开机骂都是最右边的。对对对。那如果去绕境的话，是都不也？只有咱弥勒骂、降龙骂、护龙骂、乾隆干什么力两尊小是是是是是两大将军。是是。但是开机骂、倒骂、骂是继续正宫的。对对对，正宫。出门。不出门。哦，了解了解。你今天看到这个，当年是林先生从内州请来的。感谢保佑台湾，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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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现在要来导览这一尊呢，从上海来的一尊，全部都是翡翠的妈祖的雕像。我们要请老师来介绍一下这一尊。好，这一尊妈祖是上海一家珠宝公司，他就挖到一块4000公斤的翡翠，他就把它雕成两尊妈祖，一尊就送到台湾来给我们庙。所以这一尊呢，就是象征这个两岸文化的宗教方面的交流，这个蛮好的一件事情，好不好？感谢感谢。我们这个庙有开5个门，中门我们是不走的，那我们要从龙边那2个门进来。我们主神妈祖坐在那里，他的左手边就是龙边，他的右手边就是后边。大部分的人就是从龙边最右边那个门进来的，每个门它有每个门的一个点数。像我们虎边它有一个就是多福多寿多子门，再过来一个门呢，三花俊杰如意门。左二是加官进爵。加官进，我们等下我会捧着 Peter 的照片稍微这样录一下。你们那个主持人哦，林伯森啊，入围金钟奖，然后你说加官进爵，我替行行的，伊会得奖啊。第一个几百多，加官进爵。加官进爵，啊，我也出名啊嘞。啊，加就是簪花。簪花，啊，你就簪花了，好不好？现在这一尊就是算是台湾绝无仅有妈祖纯金神像。这个金子的来源是每年都有很多的信众会建那个金牌，后来我们就把它种种打造这一尊纯金的妈祖。你近看他的头发是一根一根栩栩如生啊，他怎么样？我们从这边看啊，来，哎、欸，其实真的，他这个头发是一根根根的，一根一根打。哇塞，功夫是很功夫很深很深的。哎、欸，我觉得这个我们台湾有一个这样子的正宫之宝，我觉得蛮有荣幸的，真的。那这一尊的造型比较特别，观世音菩萨造型的妈祖。外面这个是仿唐朝宫殿的，日本人来都是说仿日本，不是仿唐朝。我们妈祖很早就被会封为什么夫人夫人夫人，到了清康熙23年就被封为天后。才什么叫阿弥陀佛？郑学长，没有请一尊神明，他等一下可以让他。哦，真的假的？哎，太好了，那我们上去。凌晨的时候，我们请到郑先生。现在郑先生到现在还没睡觉，所以郑师兄和他一个好友，有一尊关圣帝君的像，都要帮他放在这边，请妈祖加持一下。老师，谢谢，今天让我学到导览的一些步骤，还有谢谢郑先生，你看今晚也没哭，感谢了，谢谢大家身体健康，平安。
谢谢谢谢，谢谢，干不干干不干，谢谢。我现在呢就是在这个服务台啦，在我旁边这位呢是师兄啦，我先你好，安太岁啦，点光明灯啦，这些大家做，所以我们这个柜台都可以帮他们。如果说信众有什么事情要来问的话，就先问我，我再来问你，啊，你再去问妈祖。就是，哇，你这个词汇感觉很像小胖，很有用。真的假的？没有，我们必须要一层一层往上报。那你要请学长，我今天教你几招最基本的，你总要会。啊，对，最基本有什么我们要注意的？一般来讲，我们安太岁的话，基本上就是属于正冲跟偏冲。哦，我懂了。比方说你是属老鼠，啊，今年又刚好是鼠年的话。你就是对对对对，是不是？哎，隔六年就是六年，就是偏冲。偏冲。点光明灯是每一年都可以点。对对对。光明灯很简单嘛，就是前程似锦，让你的前途一片光明。学长，我请问一下哦，点灯这个东西有没有分？像他感觉不是很专业，他点法力比较弱。我们这个只是帮忙登记，最后我们还是要送去妈祖娘娘那边合作。其实说真的，我真想要有台。你要跟台去好。其实我们今天拍完，我就直接回去，所以我钱没地方用。我跟你讲，我今天全部都直接安你。那你就安500的。如果一个人他很虔诚，希望用安太岁改变他的运势，可以。但他只剩200块的时候，200块的时候可以变。200也可以。哎，你先给我，你先预约。这一百是我们师兄的，这一百是我们两个会去喝一个量的。刚刚把这件事情跟妈祖先禀告。说你欠500，原本是500，然后预约费是200，就变700。啊，如果我下次来，我只有带300，啊，你说啊又不够，300再来再预约，再变1000。结果下次来的时候我带900，就变成1900。我打了，不行，比我没在我可怕。我前年求了一个发财金，我把它折在皮包里面，那个钱是不能用。如果这个机会难得，好，5000块的，对，这个招 ，OK， 这样是对的吗？你一张，我找你2张，这样对。安太岁是500块，对，你刚给我200，对，然后我们都不收，对，又退给你，对，你想说，后来想说又要捐，然后你又拿回来，对，然后你后来又养1000过来，对，然后我说那你不用，那就好，就找我200，对，这样就对了，应该对，对啊，好 ，OK 啊，好。反诈资讯不能少，一旦受骗钱难保，麦卡贝关心您。那么你的农历的出生年月日，你知道吗？我怕我现在讲出来，有心人士会然后去合我的八字，我不想在众人面前公开。不会，因为就算公开不公开都不重要，因为没有人会管你一路的是怎样。那么你是住在什么地方？我住在现在住公司，你现在居无定所。对，那我写个飘可以吗？可以。熊师兄，那就是今天开始算起吗？对，在每年的元宵节之前安的话。每年都从元宵节开始算，一直到12月15完斗。所以我今天安可以撑到什么时候？元月15，就到12月15。不对啊，那这样我给你说500块可以安一年，应该是150。我他这样算，200块哪里？我再算一遍，这个本来这个票不用，这借据呢都跟这个你本来给我，我拿了1人100，对不对？后来我不要，还你，你又拿了这个券，然后这次又给我，然后你找我200，最后我找你200。嗯，这样就对了。对，我用1000块安3个月。没有，你没有用1000块，有啊，少了200。你800块，对，赚到了。刚才Eric指示我说，应该要帮节目安一个光明灯。那学长，光明灯的费用是怎么算？600起跳，最低600，安多高由你自己决定。那如果我希望节目前途一片光明，然后收视长虹，你要点到100以上。我们节目有烂成这样吗？我们节目小小做就好。一般的吗？600起跳。可是我有一个老问题，就是我的费用。我现在身上有一笔钱，可是不太方便。为什么？那是你的通告费。你的通告费太不方便。你看，这是真的不方便，对不对？因为我们两个是一个共同体。对。然后我又是节目的共同体。我们基本上是一个合作的关系。对。我好，整个节目就会好。整个节目好，你也好。我决定安一个大发的光明灯。然后你的薪水我们就延到看是什么时候再给你。现在拿出我一年的薪水干什么？这是到12月的，你不要让观众觉得你的薪水很少，拿到年底大概是这样。然后我想我全安了。这么多，直接安这么坚持，因为我想要节目好。反正你下个月过得去就没关系，你就全下。我等一下就过不去，都要到下个月。安光明灯要写什么？节目名字也要。对，木钥匙超完。然后地址啊，岛深路2号。知道。
哎，我怎么写到我们家去？哎，你不能用公款替自己安光明灯吗？我已经写到我们家了，算了。好，这样。所以你写了你自己家的地址，对，然后把这个钱收走。对，因为你刚刚讲说你的好就是我的好，对啊，所以我现在把它变回来，是我的好就是你的好就好了，不就好了吗？其实呢，我这个很虔诚的妈祖的一日志工，我从早上两点帮着开庙门，也看着这个志工的妈妈还有一些师兄师姐来帮忙，那我觉得看得很感动。我觉得我做的其实是不够，而且是你诚意是到的，对，就是你人生第一次上班超过10个小时，没有，应该，因为帮神明办事，没有人在那个。哎呀，我跟你讲，又到一日系列的惯例，是，来问问看今天的主管对你今天的表现觉得怎么样？看你是不是可以留在这边开创人生的第二春。真正是大主管中的大主管，我们欢迎严董跟郑副总，欢迎两位。今天真的是很高兴，凌晨关头来个家，觉得很多志工啊，真的做很多事情。他们一两点来啊，就做水，已经不能点了。两点钟啊，三点半庙门开就开始来这个整理这环境。啊，那朝都这认真哦，那欢迎你过来。我有机会来吗？哎，我拢无问哦。当然讲 OK， 但是你觉得他 OK 吗？是，哦，大概 OK 啊。所以今天是一日马祖志工成功。所以整个来讲，我今天一日马祖的志工。算了，八分了。哦，等下我唔捌钓过一百分。八分，一日妈祖之功，赞够赞。哎，台哥，最后你帮我问一下那个，帮我问一下。伊个意思就讲，看会当伫个遮哦，签遮尔。小心！OK， 先来。